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猪肘子拌饭，然后发现猪肘子有点油腻，我做了一杯蒜泥拿铁。不知道怎么形容这口感。连猪皮都是炖炖的。肘的配饭，此生无憾。今晚准备一点酸菜。吃猪肘最不能少的就是酸菜。这太下饭了。这只猪估计有健身，肉也太紧实了。吃点蒜。不行，有点腻了。女生多吃猪皮不会老，全是胶原蛋白。我再试喝一口，这实在是有一点黑暗。没办法，没有准备别的饮料了。蒜泥拿铁真的很上头，就感觉这个大蒜直接进到脑子那种感觉。传闻还有黑蒜奶茶，你们想看吗？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